法华玄义序曰：妙者，宝美，不可思议法。宝美是赞叹啊，赞美、赞赏、赞叹。不可思议的法门，谁来褒美？谁来赞叹？不是别人，十方诸佛如来。啊，我们现在知道啊，妙觉佛果。圣中之圣，贤中之贤，真正是大圣大贤呐！弥陀经里我们看到的六方佛赞，玄奘大师的一本十方佛赞。我们才晓得罗什大师翻译，他把四方有、上下有四维省略了，这成六方啊，六方实际就是十方。风吹宝树之叶所发的音声，就像我们这个世间的风铃一样。一串风铃挂在树枝上，风吹的时候，你听这个音乐，等于交响乐一样，非常美妙。但是它不会说法。西方极乐世界，因为树都是宝树，枝叶都是珍宝啊！风吹，这个互相碰撞发的音声，美妙。阿弥陀佛，以本愿威神加持他。因中就说法，就像唱歌一样。你仔细听他在说法。他在吟诗，他在说偈，妙极了。尤其微妙之处，我想听什么，他就给我说什么。想听华严，你看他在那里说华严经；想听法华，没错，听的一点都不错，他在讲法华经。个个不相爱呀！我们几个人一起在一起去听，个人想的，他听的就是那个，没有听错。这才叫微妙，不可思议。所以经上有这么一句，演出无量妙法音声。注意这两个字，演出，就像交响乐队一样，他演出。极乐世界的美好说不尽呐！喜爱音乐歌舞的，你就到树下
可以满你的愿。喜欢规规矩矩坐在那里，听佛说法，你就到讲堂去。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无论在什么场所，你都没有离开文法。这个后面呢，一段一段给我们介绍。流水会说法，鸟鸣会说法，没有一样不在说法。这显示一个什么意思呢？不闻法，你就不会开悟啊。闻法你才会开悟啊，大彻大悟之后，恭喜你，你回到常寂光了，你真的究竟圆满。所以说报庄严土好比是佛学佛教里面的研究所啊，41位法身大士是研究生的，有硕士班，有博士班的，3贤位是硕士班，师弟是博士班。方便有余土，好比是大学；繁盛同居土，好比是中小学。但是极乐世界上课是在一起，这是妙不可言。彼此个个不相妨碍。每一个人听佛说法，就是自己所学的过程。我们知道极乐世界讲经教学绝对没有课本，不用书籍的，老师讲的。从自信流出来的，学生所受的也是从自信里的吸收的，没有一法不回归自信啊！自信能生万法，自信本自具足。